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ice， 而家又系喺香港国际机场，今日系去英国嘅大日子，所以拍片记录一下。啱啱因为推住好多行李，所以就冇拍到片。今日嚟送机嘅我嘅朋友，如无意外，我应该系有九个人嘅，分别系 Kitty 啦、Annabelle 啦、Annabelle 男朋友啦、吴日礼啦、Belly 啦、TC 同埋上啲去咗英国嘅杜晓兰，然后佢翻咗嚟。KFK 同豬肉都會，但佢哋因為上唔切車，所以我唔知佢哋會唔會遲到啦。然後我哋而家去寄行李先。我想講咧，我其中一個 friend 到咗啦，有咩感受啊？第一個到，我好感動啊！第一個到，因為我見到遲嘅。我想講咧，記唔記得佢係邊個？就係、是、之前 farewell 佢嗰個咯。我之前 farewell 你，而家都你 farewell 我啊！我好感動啊！好傷心，我 friend 要走啊！我想講咧，佢哋嚟咗啦，嗨！唔望镜头咧，太过分啦！佢哋话要喺度逼我行咯，然后 K 到 K 同猪肉仲讲紧车嚟咯。好靓仔，你睇下封信就会知道发生咩事。不过开上咗机之后睇啊。Hi， bye， 讲下有乜咁。Hi， bye。我同你讲一样嘢，我五年后英文一定好过你。再讲啦，呢啲五年后先再讲啦。你唔相信我啊？喊啦，佢喊啦，佢喊啦。你有咩想讲啊？我要纸巾，我要纸巾啊！真啊！佢喊啦，作為宇宙級偉大暖男咧，咁咪要啊？後邊都要唔要啊？好笑啊！真係好奇怪啊！我唔融入啊，點算啊？走啦走啦走，拎住面走啦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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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俾心機讀書啊！去俾心機讀書啊！攞六點五啊！咪攞六點五啊！哎呀，影唔到佢樣啊！佢係咪喊到影住？我有機。喂喂喂喂喂喂！而家已經入曬閘，然後準備登機。然後我想講，啱啱同佢哋攬到喊到豬頭咁樣，喊到超女。我哋飛咗新加坡，跟住之後轉機再去英國。佢哋個個都寫咗信俾我咯。然后他叫我上机先看，然后咁快已经上了机了，今次是搭新加坡航空，因为我登记了做 member， 因为我会去新加坡转机，再转去英国，所以两程机都会有全程的 WiFi 用的。而刚刚看了一封 TC 的信，好感动，看到眼湿湿，但是不可以再喊，我就来脱水了，因为之前跟他们最后一场的 5 door party 在楼下，最后喊不到。我想讲而家落雨咯，跟住之后佢哋冇带遮，希望佢哋唔好搭亲啦。飞咗大概半个钟左右，跟住之后我连咗机上面嘅 WiFi， 然后佢哋去咗食淡仔咯，佢哋全部送机送我机人都去咗食淡仔咯，而家我超想食淡仔，虽然我哋系会自己煮。然后俾大家睇下星航嘅儿童餐，我觉得呢个儿童餐其实系麻麻地咯，因为我食咗，跟住呢个就系一个我哋普通乘客嘅餐。OK， 好啦，而家已经嚟到新加坡转机啦，咁由于时间嘅关系，我啱啱已经食完嘢，跟住之后我仲行埋 Charles & Keith 买银包咯，超开心嘅银包，我想买好耐。然后而家就坐低喺间咖啡度，因为我哋而家嚟转机仲有四个钟左右啦。咁而家咧就係要揾 Kitty call， 佢就話我 call 得就揾佢，而家就可以揾佢啦。啊，等等啦，拍緊 YouTube， 跟住之後我嗌咗啲杯抹茶拿鐵飲，但我想講佢個樣好似奇異果汁啊。我想講佢呢個完全唔似抹茶拿鐵嚟喎。啱先頭先喺機場，我完全冇掂到飛機嗰部電視，我一路喺度篤電話咯，正到爆。啊，我哋打機啊，等陣玩咩好呢？玩哦，我都唔知玩咩好。我哋而家过咗转机嗰个安检，而家系凌晨一点钟。然后 Kitty 佢哋嗰班人仲同我 call 紧，同埋 Annabelle、Ely、Belly、朱玉佢哋，因为佢哋话同我等埋我相机。然后哇，我有冇抢到支麦？呢个咩嚟噶？你哋呢个咩嚟噶？你哋好啦你。然后估计我哋到达英国嘅时间，我哋到咗英国啦，喺新加坡而家啦。现在到了新加坡了，妈咪请下教哥哥，你哋好啦，你哋有好啦，你冇？你拎住俾我讲啦。阿姐是讲啦，你讲咩啊？而家我个头凹到爆，然后我要。真系凹到爆啦！而家两个，我呢个凹到爆啦，你咧？然后我估计
我哋到英國嘅時間係香港嘅晏晝四點鐘。你哋好。然後我哋而家要準備登機啦，即係入閘搬啲嘢，我哋要快啲揾執多嘢。好啦，我已經上咗飛機啦，即係可能今次係搭兩層嘅飛機啦。所以我覺得座位是闊了一點的，這裡是一部電視，然後下面就是遙控器，有個 USB 插頭可以插電的，然後有張桌子，就是大概就是這樣了。現在已經凌晨了，然後他們還在跟我 call 緊，超好人。我們已經到了我們住的 apartment， 這裡就是我們的夾。吓吓，呢度边度嚟噶？你哋好啦，你表演得好啦，知唔知呢度系边度啊？家姐，我哋一齐间房。家姐间房。呢度咪我房嚟噶。